首秀世界妹，队友不跟他作对吗？啊，中路突然想动手，世界妹妹跳过来，还有第三下狼，哇 A 出来，这一下伤害非常的爆表，直接砍下一血。这波 icon 也是非常的果断，闪现上去就直接给个符文禁锢。对，一下冰，对，五下刀。蓝色方老干爹顺势入侵到野区，小五一马当先冲在前面，自己被套上了一个点燃，小五闪现再开一个剑阵，规避一下普攻，但是剑阵消失了，最后被塔亮一个连突拖回来。啊，这个蓝 buff 不太好去守，瑞兹没有赶过来，中路兵线牵制住了，所以野区的话现在老干爹是四人。对，这波老干爹的下路双人左动得很快，导致 OMG 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好的阵型。那还中路这波蹲了。没有太哇，侧翼的话也是这一波是左右合到两护法进行中路的蹲点，闪现上来留住icon，icon这一波伤害直接灌满。这一波平野绫的游走非常非常的灵性啊，因为刚才咱们发现吸血鬼是从线上过来，等于说下路的这个 Y4 没有特别大的线上压力，平野绫直接一波游走，两个人顺势非常强势。但是其实沃德六我觉得也可以大胆一些，因为毕竟他们的这个阵容中有一个肾，来看一下吸血鬼直接被二连起来，技能还在省，终于交出了自己的血池，塔利亚开车过来没能封住吸血鬼，但是特意的话还有一个，你躲得过躲得了这个一时，你躲不了一世啊。没错，下路直接形成一波四包二，上路还想对金诺动手，金诺很肉，吃了一个三环，但是没有关系，血量依旧是回升半血。哎，下路招了峡谷先锋，下一塔应该是可以先行告破，所以老干爹这一波是血赚的。嗯，下路没有人防守，峡谷先锋可以装第二头，千珏跟纳尔也没有办法，可以选择一波中路的集结推进啊。啊，这两个人在蹲，想蹲人，可惜的是都没有出来啊。就中路老干爹形成了一波四人，一个 T 一个大过来强行防守自己的中塔，但是这一波艾米也一定想要拿下，所以给了个大招封路。哇，全部登场，轩辕鼻的位置不好选，轩辕开过了，瞬间就被乌鸦秒杀，夕阳也被打成一个残血，乌鸦砍下一个 double kill， 杀人又拿塔一波，带走俩呀这波。继续的推进，但是问题在于兵线不是特别的多了，关键 OMG 在失去两员大将之后不太敢守这个防御塔。嗯，感觉 OMG 他们就是事情先入侵野区的视野，然后去蹲，把 OMG 在上半野区的视野给扫干净，然后老干爹开始了要么去抓边，要么去大龙做牵扯，还是想选择拔掉外塔。嗯，牛头看一下，牛头又是去掀开吸血鬼，血池交出来，但是血池还有一个肾，这个大招根本就保不住，同时千珏的大招也没有开好，约克的位置不好，约克这边被吸血鬼收掉，但是千珏直接，哎呦，位置非常不好，直接蓝色方要打成了一波收割，蒙多还交出自己的闪现，最后一个 Q 一下，没有 Q 出来 ，E 了 A 了一下，直接收掉人头，那这一波打了波 Ace， 哦，差，没有，还剩了一个戏啊，他的走位比较靠前，是想卖一下。逼老干爹这边开，但是自己没能被保住。Yuki 在侧翼想留夕阳，哇，这一波斩杀，身上已经有木刃了，这个伤害是非常高的。是，关键是其实夕阳他身上没有什么，没有任何物抗，他对线的情况下全出的是魔抗。嗯，那夕阳这波不在，老干爹城市又推上了一个中路的高地，上路也是一个。直接要继续磨高地，利用塔利亚的一个封墙，夕阳的这个时候怒气还可以，怒气很好，问题是不能开这一波，防塔要被硬点了，轩辕皮想强行的去开，但自己已经被打成了一个半血，轩辕皮又被一个岩突突回来，那儿拍到了两个拍到墙，但伤害明显不足了，难道直接在后翼直接单切掉了一个瑞兹，前去开启大招，两个队友纷纷无敌，但是伤害已然跟不上了，蓝子王形成了一波收割之势，夕阳跟 Five两个人残血而走。这边侧翼的话，刚刚可以看 Yuki 一直在侧翼盯防，盯防着后排的一个输出位置。那这一波打完了之后，老干爹应该是可以带着兵线一波了。嗯、刚刚有提到说吸血鬼的装备还没有成型的非常好，所以其实是硬着头皮去防守这一波去打的。我们可以恭喜一下老干爹获得第一场比赛的胜利，恭喜他们！恭喜。